各位你哋好，本人係歐劍雄，我曾任香港航海學校長39年。我教育理念咧就係有教無類，同時以愛心關懷嘅教學理念去引導學生點樣先成人又成才，鍛鍊佢哋有強勁嘅體魄、堅強嘅意志、刻苦耐勞嘅精神，同時佢一定要有誠信心同埋責任感，將來成為家庭、社會、國家一個負責嘅良好嘅公民。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今晚我同大家一樣，帶住非常唔捨得嘅心情，同我哋敬愛嘅歐老師告別。錦上添花咧，好難去做到，但係雪中送炭咧，就冇乜人可以做到。可校嘅學生，如果唔係非常清貧，就係比較頑劣。當時歐老師係有教無類咁樣。令到我哋一生都唔會忘記嘅，歐 Sir， 你嘅教導我哋赤熊仔係永遠記住。雖然以後再見唔到你，但係你永遠都喺我哋嘅心裏邊。歐 Sir， 一路好走。尊敬嘅歐老師，你喺赤熊任教39年，愛心與關懷。令到培養一班一班的弟子成為對家庭、對社會有承擔的人。在1998年，歐老師又領導下籌建了歐劍雄愛心會，秉承助學扶貧的宗旨，已經有很多是畢業後成為國家的棟樑。歐老師今天雖然離開我們，但是他愛心的精神永存。歐 Sir， 我們是永遠永遠懷念你。歐 Sir 在香港航海學校的貢獻是令人嘆服的，能堅持自己的志向，默默耕耘，他在每個學生的心中的地位都是無可置疑的。他透過愛心會把他的目光投放到祖國山區貧困而缺乏教育兒童的身上，他不辭勞苦，風塵仆仆踏遍山區泥路。他曾經講到，我看到一座座愛心教學的大樓在偏遠山區上面毅然耸立，感受到山區貧苦兒童的歡樂，這個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歐 Sir 對外貢獻良多，對家庭來講，他亦都是一位值得我們學習的長者。歐家的表現出父慈子孝的中國傳統，歐先生已經一早做到修身、齊家、治國的要求，憶往事歷歷在目，悼念故人，每覺思念。歐 Sir， 安息吧。Shining as the sun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細佬哥，無論佢點樣頑皮都好，只要佢留喺度嘅話咧，我哋好有信心，我再可以將佢搞好。即係過往經驗嚟講咧，幾十年經驗嚟講，所以佢只要留低就得啦。咁你有啲咩本事可以即係教好啲學生咧？咁又冇嘅，好似我要講過，最緊要都就愛心同埋耐心。